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演员李心爱因曾担任周杰伦电影《天台》女主角而获封追女郎，一出道便成为镁光灯焦点。日前疑似被流传出遭潜规则偷拍的大尺度床照，但经纪人也随即澄清那些是合成照片。多天未在镜头前露面的李心爱10日庆祝26岁生日，开心在微博贴出各种无辜卖萌照。无论是眨眼细舔生日卡片或睁大迷人电眼的抿嘴照，都展现出他年轻有朝气的一面，大方和粉丝分享喜悦之余，也似乎在宣示自己还没被流言击倒。李心爱三月卷入不雅照风波后，始终未亲上火线说明，仅有经纪人出面解释那些照片是遭网友造假。他10日发布贴文并写下李心爱生日快乐后，随即引发各界关心他的粉丝留言祝福，并为他加油打气，希望他能早日挺过不雅照风波，快快推出新作品与大家见面。